呢位观众喺戏院入面氹氹转，好兴奋咁。氹氹转啊，菊花园，听听你我啊！包场啊，而家劲到你包紧场，承载唔到你演技，死啦老味，包场。条片360度环回氹氹转拍摄，肉眼睇就真系得片主一个人啫。之但系乜戏院可以拍摄嘅咩？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。片主4月14日夜晚8:00喺一个 Facebook 群组 upload 呢条片，话4月13日星期六铜锣湾黄室部戏院夜晚10:00空少第一集，一张飞一个人包场，爽到爆啊！个镜头就影到大银幕播紧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宣传片，可能系啲人未入场啫，或者大部分人礼拜六 Happy Night 紧，又或者真系而家连睇戏都要不上，咁就真系电影业嘅空笑啦。唔通片主拍片系想证明自己留港消费，都呃到唔少 like 噶。有网民话系全院满座，只系片主视运高睇唔到啫。都有人话系套戏差评，冇人睇都正常啊。睇翻呢套戏，黄室戏院已经无再上映，不过其他戏院之后都仲有上映。虽然场次就唔算多，但系某啲平日场次都卖咗30%飞噶。较早前嘅全港戏院日，部分场次都见晒红添。其实套戏都唔系咁差啫，同埋都唔系咁多人北上消费嘅。我哋向周立影艺有限公司查询事件，不过至截稿前都未有回复。其实唔同戏院开场前都会播戏院礼仪短片，提醒大家唔好拍摄触犯法例，同埋唔好骚扰观众啊！提提大家，入戏院就算真系包场，就算唔系偷录电影啊，都唔好拎部电话出嚟影啦。未经授权携带摄录器材进入戏院是犯法的，最高刑罚是监禁3个月，同埋罚款港币50,000。所以入场支持电影业都记得要自律啲啦。大家又点睇呢件事呢？一起留言讨论下。记得 CRS 中意我哋嘅片，仲可以做付费会员支持我哋。下条片再见。以下系一则由 Channel C 阿姐发出嘅重要广播，有大件事。Channel C 叔骨姐出咗世啦！我呢位阿姐咁有份量，都系重140g咋，轻过一包纸包饮品，188蚊，等我可以参与大家嘅人生，同你遮太阳挡风雨，快啲揿入资讯栏入面嘅链接，带我翻屋企啦！